就总结起来，咪咪认为驾驭老公是就是身材加年轻。我告诉你，要温柔。对，年轻不见得就弹性加啦，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也很厉害啊。不是，我们要讲说姐姐对生下来就40岁。对，我们也年轻过哎，对不对？我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，就金姐看到哎，真的。没有看到。真心的认为浩如不会撒娇啊，因为我跟你这么大只，你会撒娇吗？你还管我嘞？因为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很犀利啊，然后都很厉害。我感觉他比较犀利，应该不太会撒娇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老公应该就是都被他踩在脚下了。哇，阿罗，没错没错，你被老公管得死死的。大高潮，你知道，即使为了人妻，为了人母，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维持体态。哦，那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当代也是嘛，当代也是，而且当代更盛行这个。那你为什么没胸部？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人妻。胸部跟人妻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讲，我在等成为人妻生小孩那一刻。哦，要记得。奶会变大，但想太多，你会失望，你会拍给你看。不要吃韭菜跟打退奶针。不要自己的家人还照照顾。我会让他60岁都还胀奶。哦，好好，希望。今天来了好多美女，听说都是人妻吗？好吧，都是人母吗？不可思议耶！欢迎8位人妻人母，你们好呀。我觉得当代非常残忍一件事情，就是做排行榜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比较呢？对啊，人应该要跟自己比较，真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让他们内斗。哎，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听到他心声很难过。是，有的时候来个排行榜，不见得马上立即出来，就用聊天的方式。可以聊出女人在想什么，而且女人的天后，我们就算不做这一集，他们私底下一定都有盘算过在场的所有人妻，他们早就在心中都有自己的排行榜了。我们人都很好，都没有。说，本宫这一集完全知道每个人妻心里在想什么，这太假了，本宫太厉害了吧？算了，哎呦，我们的题目。就是50位男性的票选理想老婆排行榜，对不对？是，哇塞！然后我们最后揭晓，在揭晓之前呢，我们有8位人妻互相投票，哎呦，所以我们待会就会照顺序来坐位置哦。哎呦，我们两个大班风，其太残忍了，谁投给谁吗？好残忍哦！哇，你好久没有直接这样子公诸于世啊，知道这样交叉做法。会感染的，什么东西？有啥什么东西？感染，感染，好感染呢。所以跟着本宫，你就知道他们心思想什么，慢慢你就知道怎么抓男人。每一个女生各有不同的职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举要讲杨浩如小姐 ，yes， 哎呦，在这次排行榜里面，你给其他的干嘛？太 sexy 了吧？对啊，有需要这样吗？对啊，太妖了吧？好漂亮哦，她真的 ，of course， 是风骚吧？我真心的觉得，我从你来上了节目之后，我觉得你不像一般的名嘴，真的吗？这么肤浅，因为我，是不是有得罪人？是不是得罪人？不好说。对对对，你不太一样，哦哟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特别漂亮。天后有看出我的资源，对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你也适合大高潮，是哈，因为你讲话，你还会有回手枪，是，随时都在高潮。我跟你讲，他有莲花指哦，有，他有哦，专业的，非常欢迎穿越到大高潮。谢谢天后，谢谢天后。但是本宫就要看看你的排行榜。
哇塞，你写下来的，我写的，当然，这样好吗？你写的，你干嘛还假装忘记？好吗？对啊，既然你写的，也代表就是你有给排名嘛，你有给任何人第一名，也有给第八名的，是有，对不对？对，感觉会蛮。我跟你讲，你。但有些我忘记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会觉得第一个很不好意思。万一我公布你想谁第八名，你会觉得啊不好意思。放心，到第五个他们就习惯了。因为每一个都做了这些鬼事情。这样哦，好，大家都有第八名哦，大家都有第八名。Don't worry。OK， 好，你给自己第几名？你记得吗？我好像给自己中间的名次，我没有太嚣张，大家以为我一定会很嚣张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我温良恭俭让。那你给谁第一名？我给这一位辣妈第一名，中心。哎呦，中心小姐，不是你选我第一名，是因为你想要常常上通告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是，今天会冠军的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名嘴，当然还怕这种事情。当然啦，每一个人的身家背景，我其实都调查过了。对，哇，也太恐怖了吧！为了这一集，哎呀，徐姐，好恐怖啊！给自己第几名？我其实给我自己第六名。是吗？真的是吗？是，这不是原因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手真的都很强。那第八名是谁？第八名？对吗？怎么问这么快？怎么会中间不会先缓和一下，先聊一下别的名次吗？不是金姐的风格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有理由嘛，你们都有一些理由。对对对，他讲语文，等一下，语文他写什么？他讲说六年级生的梦中情人。哎呦，对。但是你一定要强调六年级生吗？哎，他没讲完，没有这意思，五六年级。他没讲完哦，感觉不好搞。不是说几完。这个不好搞，他给你第四名。哎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哇，那第八名有多糟糕？咪咪，等一下，咪咪，好年轻，好厉害，没有记忆点，第八名。去理光头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偷袭的头发掉光，你有背吗？你把你背露出来。我现在就秀一下我的记忆点。还不错。明明你先不要生气，他没讲完。他说哦，虽然他年轻27岁，但是脸长得也不像27岁。生完没多久，他身材又恢复成。我想还是谁不是啊？生两针，不是生完谁不是啊？重要是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我是退潮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不要参与他们的战争。他写张奇慧怎么样？偶像，哎，偶像不错，是昔日偶像。他觉得你只值第七名，因为你没有挑战性。我怎么会没有挑战性？我今天穿裙子，要不然我可以把腿看到这边来。一字马，对，我可以一字马。他学舞蹈的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温柔婉约。然后男生都是喜欢那种有挑战性。对，哪有？还没完。挑战性。芋泥，你坐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对，芋泥他讲的最好，我很喜欢他评芋泥，他讲说很漂亮，跟我是同一类人，就臭脸人。是因为你们都不了解我，了解我之后，其实我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没有听到名次哦。嗯。第六。你不是说你？你不是说你第六？我第六，他第五啦。哦。在我前面，好像没什么差。哎，你记忆突然好了，在我前面，在我刚刚不是全忘了吗？咪咪给浩如的评语是：好呛辣，跟男生会有距离感，
所以第七名。哎呦，互相不喜欢，知道还互相不喜欢。他的第八名是，现在身份跟之前的偶像团体落差太大，张琪慧。何宇文在旁边，都是宇文，他写从小看他长大，他给你第五名，因为很多从小看长大，谢谢奶奶，从小看我长大，你不想要喝我的奶啊？今天一直要喂奶，我也差的差不多深得出底啦，我告诉你，哎呦，我现在还听你的意思，各位大家，我觉得我投他第八名很棒。刚刚好而已嘛，真的。目前王婉菲都没有上榜，对不对？对。咪咪对婉菲的评语非常的好，肌肉线条很美。哪有？有啊。第六名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梦寐以求的身材就是有一点肌肉线条。但为什么第六？对啊，因为那是因为六婉菲姐又太高了，我怕男生可能会觉得比较有点那种很难掌握的感觉，因为现在亚洲男生有些比较娇小，所以跟红哥很壮，对，也需要那种跟红哥这么壮。那你给自己第几名？我给自己哦，大概因为年轻嘛，大概都一半啦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啊，多少？年轻至少就是第三名，第三名，对，第三名就一半了，合理啊。就是还是谦让，还是有谦让，但是咪咪给钟欣怡小姐第二。哎，新人不懂事，新人不太懂事。大家为了通告这样可以这样，哎，让我多看一眼咪咪，你最后一次上这个节目。明明认为年轻就是本钱，何宇文恼羞成怒。我再总结起来，咪咪认为嫁给老公就是身材加年轻。我告诉你，要温柔。对，年轻不见得就谈性家啦，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也很厉害啊。不是，你要讲说，姐姐不是生出来就四五十岁。对，我们也年轻过哎。我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，只有金姐看到哎，真的。没有，没看到。知道吗？他给身材很辣杨钰妮。你不要再讲他坏话，我跟你讲，你以后咪咪以后他欺负你，我帮你报仇，一定要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每个女生想法不一样哦。那我总结起来，真的，我觉得总结起来，咪咪认为要驾驭老公是就是身材加年轻。我告诉你。不见得就谈性家啦，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也很厉害啊。不是，你应该讲说，姐姐也不是生下来就四五十岁。对，我们也年轻过哎。对不对？我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，只有金姐看到哎，真的。我没看到啊。美工那时候在大高潮，所以还来赶不上，好不好？既然咪咪在你旁边，就先公布你给他的，好不好？我也没什么好在怕的啊。可惜，我跟你讲，何宇文，我跟你讲，你人生里面是不是非常的随性？我本来就是一个，你知道，对老公，对任何东西都是非常随性，我看东西也看得很淡，对不对？很淡的，对。他觉得，我可以先说吗？我要换钟欣怡第一名啊！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这样啊。不行。第五名，哎呦！你看评语是什么？我要听评语哦。评语，我的评语都很认真。我出道二十几年，真的。评语是跟他不一样，很居家，很好啊，认
点是在哪里？居家。居家。不是我的评语，不是这样。我的评语是说，很居家，嫁给老头不容易。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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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。你给自己第几名？我给自己好像是第六名。第六名，原因是。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刚是因为我的小孩是最小的，你知道你自己怎么写吗？我写说我念好不好？对，不是说只要不要最后一名就好。我在讲原因，因为我刚生完，我没有自信，我身材还没恢复，对呀，就是只要最后一名就好了，很随性。而且你我是这一排里面年纪最大，不会看不出来就好，看不出来。你不用担心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比较心。我现在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你没有吗？你不是前一天买 APP， 我说杨傲如，我跟你讲，他说我拜托你把我排前三名。我说我因为我真的很怕，我烂进去，没有办法排前三名。然后我浩如姐就马上回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定要给钟欣怡第一名啊。没有没有，我很认真回答，我就说，如果你放心，我的名单昨天就交了。这样来不真的这么好？没有，因为我现在的情绪很重要，因为我第几名会影响到我的乳汁，我的乳汁要给我，对，要给我小孩。那我心情不好，小孩会到负面的能量，不行的。现在先不骗那个，也不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现在排行，他已经选完了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说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他打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你要投他前三名，对不对？他要求我，他真的非常随性，他给你第一名，给我吗？有情绪，以及有很多八卦，不是因为你才是我心中的天后。不好意思，在姐姐前面这样子，踹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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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该死啊！天后，这有时候真的太早，太早交卷也不是好。对，怎么会？对对，叫你晚点交，我以为我们谈好了。对对对，早知道就面交了。娶她很好，因为她算幽默的，对对，比较无趣啊，不会无趣啊什么的。对对，所以你很随性，看起来就啊，不要最后一名就好了。但是居然会买票，我们看历史。我买票这件事有公开吗？太重了你。他看起来人还蛮爽快、干脆利落，我会想。记得他那个时候在你们目前那种清纯的样子的话，那他本身就是个性嘛。现在的艺人女孩子比较做作的多，她比较耿直，就是大炮型的。大炮型的女孩子，你跟她在一起相处，你不用大脑，只要用后脑或是膝盖就可以了。因为呢，她在得知她要参加这个票选的时候，她有 APP， 这 APP 我说叫我拜托要选她，不然她说德林东，我产后忧郁症要发作，你如果不选我，我真的会很忧郁，好不好？这一票就算是公然买票，我也投给你。我真的很。好犹豫啦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这代表我对贵节目的用心，因为我还一个个 APP 耶。但是我必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称赞他，要他不会是拍人家马屁，你知道他给钟欣怡的评语是中庸，中庸不适合吧？钟欣怡第四名，他语文写给的是不是？他有没有加一个能干啊？能干，这是说关于哪一部分？能不能干？中庸能干，你这样子能干，那到底你来讲吗？很怪，因为我说一个人中庸又能干，这样很奇怪。对，很矛盾。这是你说的。哦，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，就是一个很中庸的人。紧张哎，我好紧张哎，我出道二十几年了，我叫我紧张，我下个礼拜会没通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宇文，宇文姐，你的通告量接下来也会中庸。而且。李妮刚刚有人给他冠军，对不对？对。宇文给你的评语是女王。哎呦，所以还蛮，所以第七名。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绝对嫉妒我现在瑜伽练得比你好。我没办法，我持续走在教学这条路上，但是你中断。好啊，怎么样？大家来劈呀劈腿呀，大家。为什么？
么感觉像女王要第七名？对，你知道老公是阿健老师，阿健老师很宠她，她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。哦，所以你觉得男生不会喜欢这类型？没有，因为这种人是被人家宠上天的，是女王，她不是好老婆。我跟你讲，这样看出来你没有什么脑，你只看 Facebook 别人 po 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po 什么就是说明那个人缺德。我告诉你，我能出道二十几年混得下去，就是代表我就是靠没有脑存活的。我有脑就不会在演艺圈了。我同学正大的都是检察官、律师，哎。第八名了，好，真的有气，哎，我真的有气到，哎，真的，小心你的乳汁啦，不要让我出来了，我的乳汁，张丽颖，我明天没有奶，我去找你算账。不要生气，不要忧郁，不能忧郁，真的，刚生完小孩，没事，还好。我们今天听听你写的第八名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第八名现在不能讲，讲以后我绝对这个节目不能来第二次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不要，你说不要念吗？不能念。你说不要念，我就不要念。不要念，不要念。那我不要讲名字，就讲你只写评语三个字而已。好好，太高了。改真啊！改真啊！结果还是结果，姐跟你道歉，姐跟你道歉。姐跟你道歉，是因为这原因，不是因为一般的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，你太可爱了。我身为一个男生，我必须讲，我不会喜欢我老婆比我高啊，所以我一定选她。对，这个是高也带得出场面，只是因为她太高了。乃真给自己第几名？我好了，我蛮谦虚，我第七名。我知道他们访问的都是台湾的明星嘛，他们大多都是比较个没那么高，所以亚洲男生都是矮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哇，刚好七个小矮人。对，亚洲男生偏爱比较娇小。他是白雪公主，他是白雪公主。所以咪咪他给你第六名啊，好吧，我 OK 啦。理由是穿得下我的裙子。理由不是，理由是写谁？好过分！我觉得太狠了，刚刚魏翔咪咪太会跟到我人了。要提醒你，外面有一位老衲不是好惹的。第一、第二都是虚情假意，没有，恭喜你，都是因为想要有工作，不是啦，因为真的是娇小，假的，因为真的很虚情假意啊，各位。王婉菲自认会撒娇，杨浩如当场大爆发，真心的认为浩如不会撒娇，因为我撒娇，因为我跟你这么大只，你会撒娇吗？你还管我嘞？因为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很犀利呀。然后都很厉害，我感觉他比较犀利，应该不太会撒娇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老公应该就是都被他踩在脚下。哇，阿罗，没出息，被老公管得死死的。第一名钟欣怡，娇小可爱，小小的。第二名杨雨妮，脸小小的，短发，娇小。他喜欢小小的。第三名王婉菲，身材健美。然后第四名齐慧，身材也小小的。第五名哦，到第五名就已经后半段了哦。对，后半段了，对不对？何玉文，大前辈。大前辈，很多男生会。你跟他道歉了。你干嘛跟他道歉啊？我快要吐血了。你看，跟他跪下道歉干嘛呀？真的，他也没多客气呀。只有你一个人是大哎。对啊，那些人都小小的，我们还大前。然后第六名就咪咪嘛，谁嘛，对不对？又再补一枪，有吗？第八名，乃真给第八名，那当然就是浩如姐哦。我先讲她漂亮，可是因为多数男生怕很会讲话女生。比较直，难怪他刚刚在后台还来跟我攀谈。你看你的脸，
虽然他是模特儿，他只要身材好，小小的，他觉得他可能男生喜欢小小的，你看吧，准不准？因为他可能太大只了，他缺的这一块，他缺这一块，对，所以他就小小的，懂吗？那现在到目前好像与世无争，就是婉菲喽。对，看婉菲的，看婉菲的，婉菲，婉菲，得罪很多人呢。今天两个他都得罪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待会我先把他排序出来之后，你就知道他 care 什么。哎呦，也代表一件事情，他老公 care 什么？你自己给自己第几名？我自己给自己第五名，就中间啊。为什么？就想说自己年纪也没那么轻了，然后呢？没有小小的。然后呢？也没有遭到很糟，这样就所以就中庸。他冠军给的是咪咪，咪咪，原因就是年轻。哦，对了，对耶，男人是喜欢年轻的，你看外面那个老公在那里一直盯着。二名你给的是心仪啊，年轻娃娃脸，这个真的不是年轻娃娃，通告的，我真的是年轻娃娃脸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，谢谢你。第四名给乃真，哦，外貌年轻漂亮，谢谢。对，而且她刚生完，她刚生完五个月，真的很新。你们注意到，她全部 care 都年轻了，年轻的，真的。那我们大概已经知道第八名是谁了。大宇文，你觉得你会第几名？不是，我老也是娃娃脸啊，也是可以啊。那你自己猜看，他会给你第几名？他哦，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给我第七名，不会到第八名。真的吗？应该是。明明帮我念一下。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大前辈耶。宇文个性强势，蛮有自己的想法，男生怕怕。第几名？第八名。真的是第八名耶。至少我很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很随便的，我根本不了解。有啊，你有去？至少有，你有去卖票啊？对吧？卖票一个电话，哪随便啊？而且你真心的认为浩如不会撒娇哦？因为我撒娇也很贵，你这么大只，你会撒娇吗？你还管我？因为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很犀利啊，然后都很厉害。你感觉他比较犀利，应该不太会撒娇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老公应该就是都被他踩在脚下了。哇，阿罗，谁呀？你怎么没出息？我管得死死的。应该至少要念念钟欣怡喽。哎呦，钟欣怡在今天应该算蛮热门的耶，所以你给浩如第几名？我先补充一下哈。你惨了，太怕了。大家听我解释，因为浩如姐她太性感，她太野性了。你看，大家票选说想要娶的嘛，我觉得要娶她不容易，因为我觉得会很累。她感觉一夜要很多次，一夜要她的老公命格要很硬才能娶她。哎，我们在做直播，六月三号讲故事加戏。好啦，第七名啊，对，跟也跟我一样啊，第七名。我觉得驾驭她很不容易，命格要够硬。对啊，那你给自己第几名？第二名。不但出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厨房，还上得了床。对啊，哎，你现在我说的对不对？就是中庸难干嘛。哎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觉得我把全天下脾气最硬、最难搞的男人都收服了。那你第一名给了谁？哎，乃真。理由很简单，很简单哦，就是正班奶又大，跟他自己像不像？像，但是我们都你懂吗？就他觉得自己的优点在哪里，然后自己不好意思，我自己推到第二名。对对对，第一名就推到第二名，不是他才是第一名。金姐，虽然我们都来，可是你去考试，你不想要。车尾啊，你还是想要前三名啊，你去考试都这样啊。所以第七名他给的是
吴文杰放，竟然对他很不公。我知道啊，我应该跟杨秀慧啊、王彩华拍一起，是不是？我是大前辈，大前辈，我们看他长大，你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啊？所以你是认为男人喜欢的就是奶大正翻，男人喜欢奶大正翻嘴甜，你看能干，中庸中庸中庸。齐慧，你给自己第几名？我给自己第八名。你好谦虚。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，真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希腊。希腊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妈妈们，我觉得每一个对我来讲都是。可以在我的前面，乃真，他认为你平时不性感，好了，怎么可能？他很性感，但是性感起来包你喷鼻血，他给你第二名，你看过第二名。通常他的外表，因为我觉得平常我认识知道他，就是我觉得他不是没有那么性感，但是通常这种女生啊，小男生在房间跟老公，我觉得就是爆发两个样，两个样。对，你们听出来没有？看别的，他在排序上面只 care 会不会做跟性感。对，你仔细听，果然是性感的，是不是？他很能干啊。何宇文自愿当个好太太，杨宇宁展现女王架势。是我们出去吃饭，然后其实你知道我们出去吃饭十一点不晚吧？回家之后他就立刻发了一篇 Facebook， 说什么我以后再也不那么晚出去，我要听我老公的话，做我老公的好太太。我操！这恶心的话，喝毒药我都不要写，我死我都还不要写这种哎！为什么要让老公爽成这样啊？我现在比较担心阿健老师。对啊，家庭状况现在是。所以她是女王啊！我跟你说，家里都是她做主的。冠军是给谁？齐慧，我给心仪。哎，妈咪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他第一名，绝对不是就是要上通告，因为里面的在座，我跟心仪是认识最久的，而且呢，我认识是他的时候，认识。觉得你是性感小野猫，穿着不暴露，但是非常性感。对，因为我跟齐慧真的是老朋友了。对呀，浩如，哦，很会说话，对，感觉不好惹。第七名，知道我不好惹，还敢投我第七名？没有，对呀，因为他第八名嘛，所以你是排序下来最后一名。最后一名。心目中你是最后一名，雨妮给自己第几名？中间应该是第四。第四名，为什么？理由我帮你念好不好？嗯，我们节奏快一点吼。个性独立，不需要，也会给老公自由。你给第一名是钟欣怡。哇！我没有拍马屁哦，因为反正我儿子已经降住你女儿了，你女儿在我们家手上。是的，是的。他说夫妻互动好。对。就是能干嘛？然后咪咪，你觉得他给你第几名？我给雨妮姐第一名，哎，他应该我至少也要有第三吧。他说咪咪傻傻的，很容易被老公骗，觉得被他掌握，他给你第三名。哎，我喜欢咪咪这种的，竟然觉得被老公骗好掌握第三名。因为我觉得雨妮姐这种男生。我自己不是，他真的很听话，然后 PO 哥讲什么都听，我觉得有什么好听的？他的话你怎么会听啊？谁要听啊？你懂吗？对，所以一样的道理，他给婉菲第二名。对，因为婆婆喜欢会照顾家庭。啊，他生三个小孩，谁要生三个小孩？所以意思是说。你完全不理老公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不理老公，就是我在不 care 老公，老公说什么你就觉得。我也很有的女生不性感，
太听话不好，我觉得女生还是要有点自己的主见，也不应该为家庭放弃自由，应该跟老公取得共识。她说宇文很会讨老公的欢心，嗯，你们以为她是好像会呛人家，其实她是个小女人。我很听我老公话，真的，大家认识的都知道，我很怕我老公。就是她知道，她认识他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有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，然后其实你知道我们出去吃饭十一点不晚吧，十一点还好吧。回家之后，她就立刻发了一篇 Facebook， 说什么我以后再也不那么晚出去，我要听我老公的话，做我老公的好太太。我操，这种恶心的话。喝毒药我都不要写，我死我都不要写就走了。为什么要让老公爽成这样啊？十一点没有很听我老公的话，所以他给你第五名哎，真的哎，谢谢，听老公的话第五名哎。对，我现在比较担心阿健老师。对啊，目前的家庭状况是，所以她是女王啊！我就跟你说，家里都是她做主的，她的心理状态有没有完全跟自己有关系？对，有没有很准？好好玩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节目随便做做，翻翻牌子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这是心理测验，对人性哎，心理战哎。待会我们还有50位男性排好紧张哦，男生的想法是不是跟你们一致？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我们要揭晓，开始哦，第一位第一名就要坐这个位置，第一名是谁？第二名要坐这里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一名应该没有什么悬念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悬念，对，明显。恭喜钟欣怡，请换位置。好，谢谢。第四名是？第四名，恭喜郑乃真。哎呦，可以换位置，请断班，请断班。恭喜张琪慧。第几名啊？第六名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恭喜你，可以。我不能接受，我往后面呢。恭喜！宇文，刚好你第七名。什么？不用再换了，不用换了，不用。什么？不用换了。我不能接受。婉菲，第三名。哦。恭喜阿如，第八名。怎么可能？我选他第一名哎。所以玉妮恭喜你，真幸运。目前就是人气团选你第二名，恭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目前的排序出来就是这样子，你们自己人气自己选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要进行到这里喽。50位男星排好，真的我不 care， 这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先公布后段班的冠军，第五名。第五名是。来喽！哇，张乃真 ，OK 啊，男生不高，走到中间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太高吗？对啊，请换位置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第四名。哎呦，第四名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先看一下，眯一下，排一下，眯一下，眯一下，没有想到。万万没想到，男人喜欢，没想到他是被虐待的，而且最担心的，他根本不 care， 被虐待。浩如吗？大大的我吗？他一点都不 care。大团婉菲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七名。哎呦，好紧张！我只能说，她老公头发有点少，那就叠字吗？我跟你讲，两个字，然后还是叠字。老公，明明老公就是假菜郎啊！啊，这样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三名。哎，第三名，你要把位置让出去了耶！哎，宇文，真的假的？机会非常大！哇塞，三个字要回去，剩下这三个字，接受我。这把年纪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搞不好就真的是你了。相信我，非常接近杨宇妮。哇！哎，你还没听到说第二名吗？等一下，要晋级了。我不能接受我自己从到坐到这边，然后最后换到最后一名哦。但是我却想，你今天坐到第二名哦，你一路又爬到第二名哦，很不错啊。不是，这是人家换剩下来给我的，不是我刚好。不会，但至少不一定走啊，爬得越高，跌得越重啊。
对不对？那接下来你在补枪吗？补枪吗？第八名好好的做，做到底，我告诉你。压力好大哦。我们看第六名。好好，第六名比较简单，来咯，快速的，要快速，快速的好不好？第六名可以快速，来咯，一二三。你好棒哦！为什么都是你在动哎？Sorry，see you。我真的不适合第几名？齐慧，齐慧，齐慧的位置，齐慧，齐慧啊！第一名，快速，真的快速。第一名是完全没有悬念的中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南星。就是演艺圈说的，南星都想上节目，为了工作。我们看一下冠军的意见。我讲真心话，这个人讲话是得罪人。像心仪有没有？有时候遇到他的时候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张老师、张老师面带笑容，嘴甜吃四方，你看到像一朵花朵一样的。要不是我二十年前做错事的话，小孙你没有机会。你什么东西啊，小孙？你凭什么娶她、啊？是我手下留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心仪姐就是跟 Bingo 一样，非常的可爱。然后，而且我在以前在看她的《麻辣鲜师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女生很亮眼。我在节目上有遇过心仪姐，其实觉得她这个人私下会讲话就是很温柔，然后对她老公也很好，所以我相信她如果单身的状态，她一定也是一个非常温柔婉约。我觉得这种俏皮俏皮的女生是最讨人喜欢的。然后我觉得她在荧幕形象就很俏丽可爱，然后感觉。脑子里面装很多东西，就是天哪，什么内容啊？真的，对啊，你真的会发出这种声音吗？对，老公，你真的会啊？我觉得在床上还是要有一点。所以小哈没有说错啊。不是，小哈也没臭脸的，小哈也没来住我家啊。哇，不知道。假行带做当哎。但我老公，我老公也色啊。好好赤裸。老板娘这样子，以后我们要怎么看他、啊？对，他今天来的时候我看起来很色哎。对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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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这个别人家中的事情回家再去，我们真的还是健康的节目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得奖，对不对？我们节目很健康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嗯，你丢高哦，我们节目这么健康，哪里不健康？火星人性，你丢高哦。公布第二名，那你开第八名，然后打开完之后，放完位置之后，我们就看 VCR 了。第八名得到的 favor 就可以看 VCR。一、二、三，恭喜位第二名。Sorry， 第八名是杨浩如，没有 VCR， 请看。最不想要追的是谁？不好意思的同学，杨浩如。杨浩如同学，我觉得娶了她，你大概三不五时在家里就会被她白眼，然后外加家暴。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太聪明的女生，我喜欢笨笨的女生。在听过她起码37次在节目当中揍她老公说：“你怎么不去死啊？”这种话。她从当记者我就认识她，就完全是一个女强人。那男生不太喜欢太聪明的女生，就。太水性杨花了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风尘味太重了。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标准的小三脸，而且我觉得他的感觉看起来脸是需求蛮大的，就是。哎，所以说，你都觉得他们其实内心的渴望都是要，对他们就是想得不到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最后我们只能讲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排行都不用管他，你只要回到家里，在你老公、在你小孩心目中，你们是第一名，永远的第一名。谢谢最美丽，祝你们青春永驻，健康美丽。谢谢，谢谢。有事这样做，无事退场。颁奖，恭喜慈慧女神第一名，钟欣怡。Woohoo!